敲响钟鼓。86岁的杨无昭负着脚伤，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社区中的义卖会是他一手促成，用来义卖啦。啊，无吼，我认为有啊，嘛无啥物时间呐，啊，所以爱做。一定要做点什么，阿嬷的心愿，子女付诸行动，把自家一楼的共修场所摆满了募集来的爱，从熟食、水果，还有二手衣、生活用品、花卉艺术，广邀社区民众共同行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希望说，在他还没有完全丧失任何功能的时候，我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他能够改变他的人生。于是每天就像他说的，过一天算一天。我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活动，看能不能加入这个行善的行列。特别带着逐渐退化的长辈出门，借由参加活动，思考可以发挥的功能。一场社区义卖会，募爱也募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秀礼、王孟正高雄报道。